我来今日真甲两个本土病例，拢甲新北市幼稚园的关系派有关系。通知非洲 DJ 禁止用棍，迟滴一个月，等八十月份都按算要有条件开放。因为疫情，高饼业者业绩减少八成，中秋节买去嘛无好，业者强要进不落去。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公司暗时新闻，我是柯天伟。新闻一开始先关心疫情，过来今日增加两例本土病例，是拢跟新北市幼稚园的工作案有关系，各有三例境外移入。那台北市确诊的装修工人洪阿宝病毒的定数，跟新北市幼稚园完全同款，研判是同一个事件。九月二十日后，指挥官陈时中表示，防疫措施无变，严格准备。国内新冠疫情则是新增加五例确诊病例。指挥中心表示，分别是两例本土、三例境外移入。两例本土拢是新北幼儿园规定小学的居家隔离者，按一六二控诉，按一六二控五，分别是30多岁男性，一家未满5岁查某囡仔，拢是做伙住的家属。因为有幼儿园相关接触史，9月7日考虑做居家隔离对象。其中按一六二控诉第十日出现发烧的症头，两个人拢由卫生单位安排采检确诊。16205。那跟16204这两位，那都是本来在框列的里面，所以并没有持续向社区去扩展，那都在控制的范围之内。这次新北幼儿园规定小学确认感染到 Delta 病毒，也扩大到板桥某一个社区。就连去社区做装潢的翁仔某，也是感染到 Delta 病毒，跟幼儿园确诊者同款。指挥中心研判是同一个事件。整体幼儿园的这个序列都跟我们过去国内的境外移入或者是本土的群聚，主要就是屏东还有桃园机师的这个相关的群聚，以及我们所有的境外移入的 Delta 都是不相同的。之前有讲过，这是一个在我们国内全新的 Delta 的序列。另外，国内第八轮疫苗则是开始做，以第二剂 AZ 疫苗为主，也和外界烦恼第二剂莫德纳疫苗到底什么时阵会当开放，因为全台湾已经差不多300多万人做完第一剂。对这件事，陈时中是回应，疫苗到货时阵。那现在其实莫德纳开打最大的开打的应该是在7月1日嘛，7月2日，所以7月、8月到现在九月所以接近大概是9月中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有这样的莫德纳到，我们会尽快开放给打第二剂。国内到9月20日也维持二级警戒，也让民众关心是不是会持续放凉，还是会因为这次幼儿园规定小学事件会变较严。对这件代志，陈时中是讲，并无变较严的准备，颠倒有可能会小可放凉的做法，不过还搁在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增加的这两地，拢是伫居家隔离期间因转阳。新北市明仔卖说明，是不是要偷放禁止伫餐厅内底渐加规定？按照学生在住下边听一边的哦，新北市是该居家上课两天，台北市则是无同款，学生会当请3天的疫苗假，若是讲有需要，咪当改用线顶教学。新北幼儿园群聚感染案探到社区大楼甲汤圆，则是新北市增加两例伫厝隔离中阴转阳，可能接触者16人，到目前累计有32人确诊，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框列隔离。所以不具有多大的一个传染力，都是在我们的范围里面。至于这2个人以外，我们列管数是790人，本日可解隔是7人。同一天，台北市无增加个案，有一个境外移入为美国入境，做过2剂 BNT 疫苗。台北市所实验室员工确诊，考虑36人 PCR 拢是阴性。新北航空 BNT 疫苗后礼拜开始做，新北市宣布做完了后，伫住线顶上课两天，若讲有不爽快，会当继续请疫苗假，无立即出缺勤记录。台北市无第二组学生会当请3天疫苗假，有需要会当使用线顶教学。实施线上教学的目的，就是要让老师随时可以掌握并关心学生的身体状况，而且每一堂课。都要关怀，若有紧急状况，要立即进行通报及处理，来兼顾学生的健康与学习。有3所学校，他们有提出说，
接种完疫苗之后，有一个学校先做一天的居家授课，有两所学校他要做两天的居家授课。第一季的接种我们就先以目前这种方式来处理，需要请假的那就请假。因应德尔塔侵袭，新北禁止餐厅内容到十五，校友义工疫情稳定往好的方向行，要开放还是禁止十五的说明。中秋航班新北市公有的所在一路不开放，无鼓励也无支持家户内扛吧。台北市和平公园禁止航班，严格顶个卡会当航班。北市提醒航班时阵爱挂嘴暗，食物件去出来对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疫苗好消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今日又阁宣布要阁捐予台湾50万剂 A Z 疫苗，这嘛是日本第五摆送疫苗予台湾。指挥官陈时中讲，这批疫苗会当予台湾注第二档的 A Z 疫苗，是更加顺利、更加紧。新たに台湾へ50万回分、ベトナムへ40万回分、タイへ30万回分。ブルネイへ10万回分の供与を行うことを決定いたしました。我们非常的感激哈，因为这段时间也是要大规模展开这 A 剂哈第二剂的一个注射哈，对我们来讲是在上面可以让这个第二剂的施打能够更快速。日本对六月份开始陆续送 A Z 疫苗给台湾，那些加上今日宣布的50万剂，拢总是送给台湾390万4000剂的 A Z 疫苗。也是关乎台湾疫苗数量上侪国家。新竹县的尖石乡昨是发生大规模崩塌，附近大雨甲秀峦国小师生是赶紧撤离，学生是改去分校做伙上课。时间单位都估计一礼拜完成因流水路，按过几工程想要完成抢修，可能要开一个月，清理过程嘛可能会有石头崩落来。钢骨机入来动工，暗过溪水一直钻出来，路口淹起，安那嘛挡袂掉。发生伫13新德关尖石乡崩塌意外，土石甲白河溪规个塌掉的溪流改向冲去车路甲民家，即嘛处理起来真麻烦。乡长阁烦恼清除过程，惊个发生危险。啊，是不是因为清除了以后还会有落石来坍方？所以我们会在施工的时候来继续来观察。我们也交代责成我们所有的工程单位能够注意施工的一个安全。虽然灾害发生到今嘛，山壁不过继续崩塌，但过抢修也是要一再小心。目前施工单位是先进行河道的引流，一定要一礼拜才有法度恢复路面通行。另96000立方公尺这土砂，乡长保守估计，都要一个月才有法度清除垫沙，都是因为这个灾害范围真宽，又过熊熊发生的。山壁崩落，惊动附近的居民，秀兰国小的师生也是紧急逃走，场面是非常的紧张。赶快走！目前全校包含幼儿园80个师生，暂时在电波分校做伙上课。我们本校的学生数比较多，所以原来的教室让给本校的老师上，那他们就移到另外一区。所以这个就是短期的安置，不会是长久之计。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河道整治完了之后，我们就会从分校搬到本校。学校是讲教室分配、教学进度拢无受影响，不过什么时阵会当回来关校校上课，都要跟教育部这单位讨论，确保无安全问题才当执行。不过到底什么时阵学校方面也无确定，紧接一礼拜，慢爱一个月，甚至爱个延长。记者综合报道。需要抢修的還有高雄桃园的南淮公路，今日又传出往梅山方向的梅兰冰崩坑，这两天是一直有石头落下来，崩坑口是靠石头塌起来了，好三里往400民众掉在内底，公路总局预计上近明仔载起就开始清理作业。土石一直为山坪出到梅兰崩坑口，到十时崩坑口已经完全塌掉，根本都看无入口伫倒。高雄桃园南回公路100公里的梅兰崩坑，好亲像受到风台影响，这两天一直土石落来，致使着交通中断，也让桃园区复兴、拉夫兰甲梅山三里，拢总384个居民无法逃出来。希望政府赶快抢通这个道路。交通一个中断，让民众真困扰。好佳哉，大部分的居民伫风台前拢也够有买物件。卫生所原来有医师留伫当地。卫生所的主任已经先行到我们的
让不让这边住宅。因此呢，一般的这个小伤还是要还可以到让不让这边就诊。虽然居民暂时安全，不过南回公路事故真多，正是无简单抢通的民巴克路便道，十二起有土石流砍去，刷来是梅兰崩坑，十四起有土石塌去，所以业地中央的复兴里，不管路南还是上北，拢无法度出去。国较山区的拉夫兰加梅山，同款因为南回往台东的方向已经无开放，同款进退两难。下午的时候还在持续的下雨，那这个边坡也持续在还在坍滑当中。那我们是希望如果等到这个边坡稍微稳定一下，希望明天早上可以进去来做一个边坡跟坍方土石的一个清理工作。除了防空要赶紧抢通，公路总局这几天也马打拼在抢修民巴克路便道，希望争取第二十前通车。不过公路总局也坦白说，实际上进度也是要看气候状况，也就这几天无土石流，无定着会当提早完成。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防止回收 DJ 农委会是暂停用喷饲猪一个月，不过考虑到部分饲猪回生花，按算十月份开始要开放有条件用喷饲猪。详细政策上紧明仔再公布。那是讲规模较小饲猪户、饲猪场想要退场，卖无油胎。农委会主委陈吉忠甲立法院副议长蔡其昌做伙去视察中部的鱼港，了解建设的状况。不过因为烦恼非洲 DJ 透过饲猪的喷来摊开，农委会宣布紧急暂停用喷饲猪一个月。目前实施半个月了后，考虑部分的饲猪户因的生活，所以按算为十月份开始。有条件开放用喷饲猪，饲猪场的猪，若是伫咧199只以下，要是持续禁止用喷饲猪，而且会辅导因转型或者是退场；也若是饲200只以上的饲猪场，若是会当落实用90度的温度，甲喷持续行一点钟等等的规定，都会当有条件开放用喷饲猪。199头以下，总共2101场，占整个全国的在养头数大概只有2.6%，所以它的头数其实百分比非常的少。那并不会因为而影响到整个我们养猪的这一个供给。大家中央调讲会持续沟通，才来对外宣布。到时若是规模较小的饲猪场想要退场，会提供优惠的奖励，而且会优先处理高风险的饲猪场。也若饲猪协会认为讲，台湾的猪已经到时拢食饲料，辅导细间的饲猪场转型或者是退场是一个方法。也若规模较大用喷饲猪的饲猪场，只要有摕到官方检验喷有合格的证明，是无理由来禁止。它原来设备是属于的，我们会补贴它去改善，是要一个设备的改善的转型。假如或者是说是顺势帮忙解决部分的环保问题，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透过所谓的集中处理厂，根据政府的要求来做这个资源回收，在加热处理的一个过程。台湾有2%的厨余是透过猪处理掉。今天为了防疫的需求，也许暂时性的去缩小，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厨余转做饲料系统进入畜牧业，是一个环保的一个处理路径。另外，它又可以支持一个新的另外一个产业。学者认为，讲应该要找出用喷饲猪更加安全管理的方法，因为直接禁止可能会造成循环经济长期等等负面影响。嘛，认为讲亲像日本是甲喷集中来处理、完整来管控的模式，所以显示用喷饲猪在好的管理之下是会当持续进行的。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有生活问题，佮有高病业者，今年五月份疫情三级警戒以来，因的业绩就减少八成，就算是中秋节买人，嘛加增加2%左右。买气变较保守，佮加上原物料拢起价，互业者就化工经袂落去咯。你中秋节敢若剩一礼拜，高病业者抓时间赶货，希望会当加淡薄仔业绩。暗过受到国际海运一家原物料起价影响，月饼类嘛是同款受冲击，有一寡店是直接起价，安尼话是家己吸收。做啥类啦吼，有诶话拢起2%去。你若正经若搁起，阮嘛是会微调啊。阮袂讲哦，一届要起到偌侪迄落，阮嘛是爱。阮家己有在承受的迄类啦，因为即马工资你嘛知嘛足贵个啊。根据中华民国高饼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统计，今年五月疫情三级警戒以来，高饼业业绩落八成，传统大节日中秋节买去有小可关20%。疫情后消费行为有较保守，再加上今年米粉起5%，鸭卵一粒为6块起到8块，米油甚至起5%，让业者强要挤在袂了。运费的涨价哈，
然后整个包材也涨价，哦，原物料也跟着涨价，哦，还有这几年的人力成本也都增加，所以业者呢这几年都比较，这个经营的比较辛苦，哈，哦，啊，所以今年部分的有些价钱单价比较低的会反映成本，然后微调，哦，整个单价会微调，哈，哦。业者是讲，以往公司行号在中秋节前两个月就落单，今年不是用礼券代替送礼，都是拖到最后才会决定购买。因为政府五月份赶未赴中秋节前发放，果饼业者面对消费较软、原物料阁起价的双重影响，敢会当行一步算一步。记者综合报道。振兴五月券二十日就开放登记，政府是鼓励民众使用社会五月券，拢总是有四十间的金融机构参加。推出462万分、33亿优惠活动，客户嘛推出卡总券2.0，用数位方式，拢总要发400万分。新时代体现推动数位白领的决心。行政院长苏贞昌则是参加金融业协助推动数位振兴五百元的启动大会，致辞的时阵讲，政府甲金融业者做伙合作，透过白领伫一张卡内底的方式，唔来当享受实体券的好处，也阁有其他优惠。拢总有40间金融机构来参与，推出462万分、33亿优惠活动。所有实体券的好处，实物券也都有。也要特别感谢经济部，还特别补助，让小店家也能提升数位的服务，也能一起参与。有33亿之多，相信这个数字还会更多啊！能够啊，让我们的民众、商家、好政府、好银行。达到多赢的局面。合总 ，Give me five！ 客委会马上用五百元推出优惠的方案，合总券都是用数位绑定的。这个重点是以实际消费金额来扣，开偌济就扣偌济。今年合总券2.0的名额，甲去年来比，虽然每一分的名额为800元改做是500元，不过发的数量嘛一捆头增加到40万分，希望当带动更加济人来合总佚佗，来进行经济。咱的多的12万分。最主要，按本人的民族朋友来到咱的合作，来了解咱的合作，阿人希望能带动100万人来到咱的合作，来聊聊，可以带动提升咱的在地的合作经济，终究产值16亿。会比较缩小，对，因为一次用完的话，我们的营业会拉比较快。未将会当伫个行政院共同平台领五百元的时阵参加抽考啊，合总券2.0按算为11月份会当开始使用，一直到明年4月份为止。全国11个县市有超过2000间的店头拢会当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汉光3.7和N10进入第二天了，国军实施夜间机动演练，要防止登陆敌人进入花莲，嘛伫淡水河部署战车在补给。模拟敌军为淡水河进入大台北，啊！伫台南则是演练和防止战车搞破，防止敌军登陆。但是透早4点，官兵驾驶 M60A3 战车，而暗中伫花莲的台九线公路上来回，展开第二天汉光演习。国军第二作战区实施夜间机动演练，出动 M60A3 战车、CM21 人员运输车、加轻型战术车24台，涉暗部调成暗号，赶去战术位置。人车到了后，随即起贵重防防卫，看机会将被占好伫阵地四方位的敌军防止敌人进入花莲市境内。陆军干道指挥部伫淡水河部署 M60A3 战车分把驾车，八角炮顶并列展开作战。模拟敌军想要为河口进入大台北，军事专家分析，敌军就算顺利为河口上岸，大多数毋是重装战车，国军战力会当反制敌人。不过今年受疫情影响，简化真侪演练停输。淡水鱼的码头这边算是一个凸体，那凸体的话呢，其实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在海面上来讲，它是一个制高点。那其实你只要能布防哈少部分的兵力，其实它的射界就很宽广。那这个时候呢，哈，我们就要再加强哈步兵班的步机枪火力啊，甚至哦给它配备哈反装甲飞弹、火箭、云豹甲车哦，面对当敌方的这个轻快兵力啊，试图从淡水河口冲进来，能够达成快速的让敌方的这个轻快兵力能够在河的两岸受到两岸的这个火力的夹击。
大林头卡工兵伫台南的溪丘海堡利用大型挖土机挖防震车崩坑，加设钢筋架、八丈架，渐渐组织设施，也佫利用废弃的瓦架当作暗壕。第四作战区演练组织设置，防止敌军登陆进犯。记者综合报道。巴祖国阿富汗副总统的杜斯坦，伊伫塔利班掌权了后，人就走去海外。过去伊所住的青花白种，去平常时生活过了清闲的塔利班占领，即马有人看出过去阿富汗甲塔利班生活的无同。穿插真简单，牙穿的这塔利班战士坐伫个高级碰椅顶，后边是真水的水缸，内底个珍贵的鱼啊。这个所在是阿富汗副总统杜斯坦伫喀布尔的高级处地。塔利班掌权了后，伊逃去海外，所以和塔利班因建设条件、领导阶层过加这样富裕。塔利班讲，这都是阿富汗官员多年来贪污的结果。ی تو جای مجلل برای ما فرق نمی کنن چون که عقیده ما با تربیه اسلامی هستن و اسلامی هیچ چیز را نمی خواهد که ما جای مجلل باشیم و خود در قرآن هستن خب جایی که اصلی است و دنیای فانی است اونجا ما جای اصلی داریم اینجا جای بقا و اصلی ما نمی پندار甲平常时啊形象差真侪，啊，个塔利班建筑去喀布尔游乐园耍的情形。塔利班伫八月掌权了后，这个所在差不多拢无游客。虽然展现比以往搁较温和的形象，啊，不过大部分的民众也是无确定塔利班会安怎治国。塔利班可能没可能，奥扎皮什米尼罗是的，因为每哈拉扎奥扎亚阿富汗桑达塔利了。امکانات بهتر شدنش هم هست، امکانات بدتر شدنش هم هست. ما امیدوار به این هستیم که با آمدن دولت جدید بهتر شود، جامعه جهانی دولت جدید به رسمیت بشناسه. امیدوار به این هستیم. ایتان که دیم دوشی اهو هم هلو کنی اگیم بوا.官方讲，女性袂使甲男性伫同一个所在工作，一旦若是有效，妇女想要担任公职、银行还是媒体这些职务，恐惊拢无法度。Men and women cannot work together, and that is clear.And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come to our offices and work in our ministries. That is also very clear. 在这个当时，一台巴基斯坦国际航空的商业班机13平安降落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是塔利班接管以来头一班国际商业航班，或者想要走未赴走，还是讲无特殊移民签证的阿富汗民众，带来一挂希望。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做回来看明仔载各地天气资料。北部地区是26度到33度，中部地区是26度到33度，南部地区是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是25度到35度，啊，那外岛地区是26度到34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司暗时新闻》，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